望 YouTuber 蔡阿嘎幽默风趣的内容吸引众多粉丝喜爱。不过近日他却透露，因开设个人工作室，知名度上升的同时，也引来了许多困扰。蔡阿嘎近日公开了工作室的现象，说到有些网友故意要引起他注意，竟然直接发信呛下，那是给厂商干爹的，你是有钱你。甚至还有人只写 Hello 两个字。看到这样的内容，让蔡阿嘎直喊还没点开就一肚子气。甚至还有网友来求蔡阿嘎帮他讨债，还有人来借转接头，让蔡阿嘎笑说送他很有胆识。看完这五花八门的信件内容，难怪会让阿嘎无言呐。Bye.